我是多哥，看我这身装扮，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偷水果，然后讲，这根呢你就可以伸过去远远的地方，然后按一下，夹夹就可以剪断了，所以我们就偷了这么多柚子来。好，这是偷的，是爸爸的朋友有很多柚子树，我们帮我们除草，然后顺便可以夹一些，不是夹一些柚子，抓一些柚子。摘一些柚子回去，那我们给大家演绎一下这一根要怎么使用。直接来，找一下有没有熟成的柚子。好，我们都摘很多种了，先看一下有没有比较。像这个就直接用手摘就可以了。这样，把它转，你看，我们去找其他的，这里好像有点少，还没摘完。对，然后我们去找其他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那个。我们要下去采，然后用这个剪刀剪，然后用这个东西接，看可不可以接得到。好，还有这个东西接，好，出发。吧，我们先放旁边。碰到三下，好，不行，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。接到，可以，不可能，可以。来，一二三，可以，我马上来。好，叮，好，最后再找一个。好了，这一颗加减啦，来了，看得到吗？来哦，好，一二三，现在要勾到，哎呦呦，有，一二，嘿，一耶，好，我们要撤退了，这里有点太急。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景象，超多柚子，满满的柚子，但是隔壁阿伯，这是别人家的柚子，我没得采。对，没，我们去找我们自己的。对，这两个要搭配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个好方法，一个在上面捡，一个在最底下接 ，miss 的几率大概80%。好，我们现在的柚子树已经被我们采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要挑战更难的、高难度的、更高的地方了。Monster, four mechanical arms welded. There. 我要剪刀。剪刀，哇，第一视角哎。哎，掉下去了。接到了，好啊，换我长进了。大家有看到柚子吗？好像都被摘光了。好，我们在探索最后几颗，有点小危险。好，一直过开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大一颗。剪，它滚下去了。好，给它滚。直接滚到山底下。好，来，上来吧。你先走那边，那边很多柚子，你把它丢上来。这是我们采的柚子，都带这个什么梗的，看见吗？我的采柚子真的蛮辛苦，你看。对，被叮。了解。好，撤。在上面了。有没有夹到？有哈，我们刚采柚子就是这样子。我这样子走，一开，就在我面前，让你感受一下，来。哦，大师哎，这个是我们前面的，要比例尺对不对？够大哦，好，不要太靠近，我也惊。大家期待已久的抽奖时刻到了，好，我
重新打开我们的粉丝专页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抽出金正鲁夫，然后再加码抽第二个是拆摆的罗一盒，第三个是一盒正版的女生不知道什么的公仔，然后第四个就是派大星的娃娃，第五个是佩佩猪娃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就抽出五个五位幸运的观众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粉丝专页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抽奖文。哇，有点好多好多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来抽奖。好，点进去，复制一下这个网址。好，来，把你留言抓出来，看看你们都有没有留言。好，留言全部都是这样，208位。来，抽出五个，顺序呢就照他的顺序，依序下来。好，我要抽五个，来，紧张时刻到了。恭喜这五个人，第一位，然后金正鲁夫的就是徐顺凯啊，然后小帕、蔡宗轩、汪 Carry 跟黄大豪，好，就这五个人，那我们就再跟这五个人做联络了，然后今天抽奖就到这里，哎呦，疯掉了，OK， 好，谢谢各位。